好久没有看到我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以后每天下午4点半、5点一定直播。见到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在跳，想要把你忘掉，怎么也做不到。蔚蓝的天空，有几朵云在飘。我送你的祝福，能收到没收到？昨天有人问我，他说：“珠宝，你是不是退出 YY 了？”